看看新闻网。今天有什么特色？其实我从入行30多年都是一步一步做上来，那做完导演，做监制，做完监制，现在走电影，是电影院是我从小一个愿望，因为我经常去人家电影院看电影呢。去人家看电影院呢，有很多意见提了也没用，所以自己想开一个电影院，那我觉得是电影人开的电影院，那我们有 VIP 厅啊，有接待啊，我们可以包场啊，而且这个是全国第一家那个无放映室的那个放映厅，就是在这一个，这我们第一家。那我希望投入电影院是可以全产业链参与，而且将来我们拍的金钟月费电影，我们可以全场都是放月费。那还有就是这次金钟月费的宣传做得很大嘛，但是我们却看到好像刘诗诗一直没有参加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因为演员他们都有戏在身，因为很多戏剧组我们去协调，人家可能齐不行，所以没办法参加。那为什么微博里他好像也没有转发，就是有关于金钟月费的消息？这些我都不清楚，对，问我们宣传好了。有消息说是他跟那个林心如抢女主角，所以就没有来参加。应该没有这回事。我们从一开始，谈的时候就是。最早我跟黄晓明谈的时候，女主角是谁？就是林心如。为什么一直笑？啊，这个问题就是。是抢你的关系吗？啊？是因为抢你的关系吗？躺着也中枪。这个还是得问导演。那还想问一下小明，就是你之前买过那个郭敬明的《幻城》的版权，为什么没有拍？然后现在看到他这个《小时代》的商业的反应，还有他的评价，你是更想拍了呢，还是不敢拍了？这样吧，今天只说一金钟岳飞的事，好不好？小明可以回答一下。好吧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因为时间很早，你小明做主。回答一下吧。回答一下吧。还问岳飞岳飞。小明，对呀、我恭喜一下小司吧。哎呀，首先恭喜一下，我觉得他很成功，这次他自己做的这个《小时代》，《幻城》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多那个年轻人的心中的一个曾经的梦想。对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，当时曾经希望可以跟小司一起做起来，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再商量这件事情。那想问一下导演，现在就是有说就是安播有卫视频道就是播之前有出现双黄蛋，这个我不清楚，因为我加了五代给他们，是按照我们的所有的东西，应该是不会改吧，因为还没播出来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不能传言，可是应该是不能改变我们原来片主交出来给他们的片子吧，应该。那看了之前就是金钟岳飞的那个合伙人版的一个预告片，这个是谁的创意？我们宣传的。没有小说参与吗？我现在马上就 JK。没有，我们两个都没参与那个负责宣传。那今天好像两个女主角都没有来，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宣传的效果？有，我们两个女主角不是都在吗？就是做女主角呀。没有，我是男的。林心如跟那个刘诗诗都没有出席吗？今天都在工作。都在工作，因为剧组一直在拍戏，都是拍戏第一。像我们金钟岳飞的时候，小明也有很多其他戏要宣传，他都没有去，主要是为了拍摄。所以我们是作为电影人，我们很尊重这个剧组，也理解他们的档期的关系。所以我们都是这么多宣传，都是谁有空谁就来。所以我们都不是每一个宣传都是每一个人都能来的，很真实。但是这会让我帮他影视青春，我还真是因为岳飞没有去成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因为这部戏投资这么大，好像说有2亿的成本，那想问一下，就是说大家对收视率有预期吗？因为暑期档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大家对收视率的看法是怎么样的？其实我现在真的拍这个戏的时候，我就没有想收视率一定要怎么样，因为说实话，
我一直都怀着忐忑，就是不知道岳飞这种戏会不会受现在年轻人的喜欢。但是我是为了岳飞这个名字，为了这个大英雄，为了他的忠孝而来演这个人物的。但是很惊喜的是，我昨天看了几集成片，我觉得反正我是在那饭也不想吃，妆也不想化，就想在那看完了。完了被我的工作人员硬扯着去化妆的，啊，真的很好看。那大家一定要，前三集本身就很好看，但前三集还是有一些要交代剧情的。大家如果看过前三集，就会爱不释手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看这个岳飞，真的还蛮好看的。年轻人跟有一定阅历的人都会喜欢的，我相信。